都柏林圣三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哲学硕士课程，提供独特而充满活力的教育体验，装备学生成为世界公民。我们的中国研究硕士课程能让学生认识和探讨当代中国至关重要的方面，包括中国政治和经济格局、现代历史、社会、流行文化和语言。我们的课程具有三个主要学科重点：语言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我们的课堂气氛融洽，每年约有十多名学生。课程吸引了来自爱尔兰、中国、美国和各个欧盟成员国的学生，因此这是一个与世界各地在亚洲相关领域工作的同行建立终身友谊的好机会。除了我们认为对学生非常重要的主题，例如中国现代史等，我们的科目还包括一系列选修课，让您探索中国研究的一系列主题，例如中国商业研究或中欧历史文化元素的比较。我们提供不同级别的普通话课程，无论您是中文初学者还是中文母语者，都会找到合适的课堂。我们的硕士学位还包括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您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并在我们导师的指导下为中国研究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完成课程后，您将会成为我们国际校友网络的一份子。我们的校友在多个领域工作，包括公共服务、技术、咨询和艺术等。这是为期一年的全日制硕士学位，您也可以通过兼职学习在两年内取得学位。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的中国研究硕士课程还有很多丰富内容，我们真诚邀请您查看我们主页上的详细信息或直接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欢迎您成为圣三一大学的学生。